4月5日中午，有媒体爆出邓紫棋的演唱会上，亮闪闪的裤子竟破了个洞，这服装师太不靠谱了吧？有网友调侃道，这可能是新潮流，可能是动作过大把裤子撑开了，也有可能是裤子上水钻掉下来了。不过这破洞位置确实有点尴尬了。